受伤了。既然是我救了你，我就是你的主人了。我叫阿离，既然你从海里来的，就叫你海大鱼。那日我在海中疗伤，才化作小鱼模样。我已活了600多年，身形可随意念控制大小。海大鱼，你是海大鱼？往后想去人间哪里，我随时带你去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伤你分毫。